如何打造果冻般的嘴唇？想要拥有果冻般可爱的嘴唇吗？今天几分钟网就教你如何修饰唇色。你将需要高保湿度遮瑕产品、白色眼线笔、唇蜜。第一步，用保湿度较高的遮瑕产品涂在唇周，由内向外用点压涂抹的方式将唇周暗沉处遮掉。第二步，利用指腹的温度把遮瑕产品融进唇周的边缘唇纹中。第三步，用白色眼线笔提亮嘴唇最突出的位置。稍稍用手指修饰一下，这样整个唇形就会更加明显。第四步，最后用唇蜜仔细地涂满整个嘴唇，果冻唇的效果就出现了。你知道吗？唇部的皮肤只有身体其他部位的三分之一厚。